嗨，大家，嗨，我是 Fly，今天跟分享降即兴文化这个专案。降即兴是一个开放、即兴、自然的一个社群，它是个脸书的社团。最初呢，发起是由于 Fly 呢在玩即兴舞蹈，一个叫做接触即兴的舞蹈。那在去年差不多四五月的时候，我发起了这个社团，主要是让大家可以一起玩耍。那玩的内容呢，主要有舞蹈、戏剧、音乐，以及各式各样的身体，以及许许多多的创造性的活动。在第一次的集会的时候，我们办在一个公园里面，大家一起发挥自己的创意。有人带着他的非洲鼓，有人带着他的从中国带来的诗，在现场去朗诵。那 Fly 呢，就是享受自己的开放、即兴、自然的舞蹈，在公园里面呢到处跑跳，跟伙伴们在草地上面打滚。那降即兴这个脸书社团发展到现在，已经有将近500个人，那也做了一些事情。不瞒大家说，Fly 目前呢是放下软体工作，主要呢全心全意的来即兴。即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阅读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，各式各样的朋友们呢，在生命当中呢，不断的给予彼此灵感，我们共同创造，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。那当然，社团主要还是Fly 做了许多的行动。我做了书本的出版，我收集大家关心的关键字，我相信大家目前呢手上都有3个关键字去介绍你自己。那开放、即兴又自然的降即兴呢，目前收集的3个关键字，欢迎大家呢一起保持着开放的心、即兴的心情，以及自然而然顺势发展的一个精神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所以除了出版，来也访谈许许多多的玩即兴的朋友、玩创作的朋友、开放心态的朋友，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去玩耍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因为他录了3分多，绝对不是我，不是我没耐心，是因为他录的比较长。